近日杨丞琳出席某品牌活动，一身条纹蓝色衬衫搭配丹宁色仔裤，休闲又大方，现场更大方分享搭配心得，实力展现时尚教主功力。不过细心的记者却发现程琳背后似乎有莫名印记，问询后才知道原来做过中医治疗。哦，看到了是不是刮痧？其实我没有特别刮痧，我只是有定期在做理疗。那人比较累的时候，只要手经过就是掌压就会出痧。主要是因为都行程比较赶啦，对，然后我觉得搭飞机其实是很伤身体的，可能之前又飞长途飞巴黎，然后又可能飞内地有商演啊，或是一些演唱会记者会啊这些，然后回到台湾又拍广告什么的，然后坦白说可能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季节在交替，睡得比较不好。看来空中女飞人也是劳身又劳神呢。而被问到日前媒体报道说和李荣浩在物色结婚房，程琳也超俏皮回应道：我没有在物色任何的，我现在住得很好，谢谢，已经 无奈了很多年了，也不差这一次。而工作狂人果然三句离不开工作，谈到自己接下来的行程安排立马又眉飞色舞起来。巡回演唱会又公布了八个城市，未来还是会陆续在公布，但是因为今年其实这样也算是蛮多场的，还要搭配其他的工作嘛，然后我的戏五月中又要播了，所以就是今年有音乐和戏剧的新作品都可以带给大家，所以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享受我的戏跟我的演唱会。